三句。默默点点，你们在讨论什么啊？我们老师说运动会变聪明，所以我们决定每天都要去运动。圆通，运动会变聪明。难怪我这么聪明，一下就解出来了。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有在运动吗？当然啦，我每天啊都行路30分钟，再加上游泳30分钟哦。彤彤姐姐，行路是什么啊？行路就是走路啊。走路走30分钟，哇，我的脚应该会断掉哎。那彤彤姐姐，我们可以陪你去游泳啊。对，彤彤姐姐，我们可以陪你去游泳哦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一个人去游泳真的是有点孤单呢。有你们两个小朋友陪我，就太好了。一定要那么早吗？Yes， 没有错，让我们一起来运动，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吧。妈妈，明天我有一点事啊。运动，点点，你有在运动吗？有啊，我每天都会打电动。哎呦，那哪算运动啊？怎么不是？我都动到手指头哎。那是游戏，不算运动啦。行路走路。彤彤姐姐，明天要怎么去动物园啊？行路啊。那要走很远哎。还好啦，走个30分钟就到了。运动，行路，小朋友要保持运动的好习惯，才会有健康的身体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罗呀。